是不是该执行那个行动了？时候到。没错，即刻开始猎人行动。祝狩猎愉快。各位请坐。今天你们会出现在这里，都是我派出猎人精心挑选、万中无一的精英。我希望能照顾你们，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为什么是我们？我们只是很平凡的毒蛇而已啊。没错，你们平凡而且，但是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潜能，请看。啊？什么？我有好眼睛？你说我敏捷，而且有精准的动作？为什么我是豆腐控？而且我没有你们所说的好文采啊？就让我回顾一下你们的精彩表现。陈汉，你最近是不是怎样？是不是剪头发了？剪头发？哇塞，我一个礼拜剪一次，每次剪一公分，你都看得出来啊！哇，看得出来，很明显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天哪，这少年不简单，即使我这千锤百炼的双眼，也看不出来啊！
肝腑被负担，吃豆腐会脱乳。你干嘛？好文采啊！讲得太好了。谢谢。吃豆肝腑被负担，吃豆腐会脱乳。天哪，这个即兴的文采，昔日操之七步成诗，这孩子一口成章啊，不简单。那干这一群有什么难啊？他不是说要出孔字吗？什么都不是啊。哎，陈汉。傲气面对万重浪，热光。陈汉，怎么啊？身手啊！哦，阿水，你刚冒出来。哦，就是想问违纪的问题。好，怎样？哦，这个，这怎么算啊？真是太惊奇了！这少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呀！所以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清大线上新闻平台清一下特工，而你们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，敏锐观察可以带来深入的报道，而敏捷迅速的手指能够及时按下快门带来美丽的瞬间，而华丽的文采能够使我们报道增色。所以你们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吗？可以是可以的，可是你们有没有年终奖金啊？劳健保一律休，绩效奖金哎！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各位热血青年们，赶快加入我们清一下行列吧！